问题。最后那句话关掉了，对不对？再来一杯。哇，好痛！好，各位，本来陈俊一直跟我要点这首歌曲，我一直很不想打，就是他其实蛮难打的，就是不是节奏问题，你知道吗？重点是，他的 flow 是从头到尾长这样，你知道吗？我要一直补，不然我怕大家会觉得很无聊，你知道吗？好啦，再次感谢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点的这首歌曲。这首歌呢叫《黑桃 A》，也谢谢陈俊精彩的表演，好不好？真的有够像青蛙的。